今年驻土耳其战队1907 Hannibal 怂打进世界赛的南韩选手 Move 加盟 N17 取自 Maki Esports 脸书。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英雄联盟世界大赛结束至今 ，LMS 赛区最沉寂的战队非 Maki Esports N17 莫属。但这一出生就是经济全场 ，N17 日前宣布今年驻土耳其战队1907 Fenerbahçe Move 本名 Can Minsu。N17 在脸书表示，我们希望能借由 Move 丰富的经验与优异的判断，帮助 N17 在新赛季打出全新风格，让我们的整体实力能有更大的提升，请大家一起热情欢迎 Move 加入我们的 Maki 大家庭。